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情况，没有一个工具能够对你的任务进行分配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推荐两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工具，可以进行团队协作，然后把你们的任务都给分配出去。大家一起就来看我的介绍吧。分享两个免费的工具，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也好，工作中也好，能够帮助大家管理任务啊，然后管理自己的一些项目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，记得留言给我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。